我感觉广东在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医院，来这边养胃养身养老，是就是一条龙呀，哈比比，我是你们的好兄弟老王。大家都知道广东这里特别会养身，我一个粉丝给我说，炒菜比油炸的健康，水煮的比炒菜的更健康，炖出来的不但健康还更好吃。今天老王找了一家做冻鸡肉的，我听说开了好多年了，味道也特别好吃的，老王今天也想养鲜养鲜，咱们去看一下这一家的味道价格感觉怎么样。走，北方嘞，南左南东呀，啦啦啦啦啦。老板好，我想吃点鸡肉，我听说你这边炖鸡肉特别好。鸡包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它叫鸡包。鸡包，都煮汤，煮锅，没错。带它过去的。啊，店在这，坐在那边。每一个人吃一个小的鸡就可以了哦。我看一下，它是有小的，有大的，姐姐。对，这个是小的，这个是大的。那就我来一个小的。你还有什么东西别的比较有名的？比较有名的。嗯。这里都吃不完呢，一个鸡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你要做这个台还是做这个台？你觉得我做哪里哪个台比较好？这个好。听你的，姐姐。哎呀，我们把那个菜点完了，家人们。哎呀，都是用这个煤炭做的。对呀、啊。哇，你们看家人们好吃的太多了。叫到几个朋友来吗？可惜我就一个人来了。几个朋友来吃多一点的吗？那个大一点那个才好吃，爽的那个。大的爽一点。对呀、啊，肯定啦、啊。大的是一只，小的是半只啊。没有，都是一只。那、啊、小鸡也挺好吃的。小鸡是女的，那个大的是男的。啊。是这样分，你明白吗？你明白了吗？我好像没有太明白。一个公鸡，一个母鸡。你吃的这个母鸡，这个就是公鸡。我就爱吃公鸡的，那怎么办现在？30斤哦，好大哦！哇塞，30斤哦！对呀、啊，这个是公鸡还是大山啊？你能不能吃完公鸡？哎呀！等一下放这个汤，鸡呢？鸡我等一下水煮开才放进去啊。可以。喝茶吗？有茶吗，姐姐？我听说广东的凉茶很好，有凉茶没？凉茶没有，有这个椰子要不要？这个什么东西？甘蔗。这个洋香不？甘蔗、马蹄，反正都是凉茶。行。家人们，你们看，好喝吗？非常可以。啊，这个是茶。对啊，这个是茶，你要洗一下那个。啊，我要把这个碗洗一洗。OK。它是一件很干净的，但是第一就是一个习惯，第二心理作用应该是这样的，基本上。是不是姐姐？啊。它是不是一件很干净的？就是一个习惯，还有一个心理作用。对对对，它已经消毒的了。对，消毒了。对。那还能吃不？这个，就是啊，没事。来吧，姐姐。放一半先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先放一半，不是全部放。对啊，这样。有加料吗，姐姐？有，你看你调什么？这个什么东西？酱油。酱油。酱油。哦哟，这个是没脱发的时候摸脱发下面会有脱发的，就那个酱油是不是？不是，那个鸡熟了就搞一点，那个是味道，有味道。可以。这个是葱。可以再来一点。这个什么东西？是酱油，这个是酱油。来一点点。意思是广东这边就都这样吃吗？可以。这个呢？这个是海鲜。海鲜酱。对，好了啊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制作，来吧，咱们感受一下。可以吃了吗？这么快？熟了。咱们感受一下，家人们。哦呀，看起来还可以啊！姐姐，我怎么感觉这个里面有中药的？对呀、啊，有那个药材呀、啊。哇塞，你这个里面放了个啥东西？这么好吃？这个红枣，这个五指毛桃啊。五指毛桃。这个、是枸杞呀、啊。枸杞，哎呀，这个我知道。对呀、啊，还有这个沙心。沙心啊。对。这个都是对身体好的啊，姐姐。补的。补身体的。对呀、啊。我今天就来补呢。哎，太好了！等一下，要喝那个汤更薄，是不是的？我可以来吧。味的真的很好吃，家人们。嗯，灵魂之子酒家。这个鸡肉吃起来嫩，一点也不柴，然后有那种淡淡的一种草的那种味儿，就他们家的那个里面，你们看家人们各种各样的草，特别爽。这个那个我都没见过的，
跟姜老王一样像不像样了？来吧。这种吃法家人们，我觉得简单、健康、爽快。好不好吃？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好吃吃多一点。一定的。在广州家人们有很多外国朋友，他们都不想去吃阿拉伯菜。在广州阿拉伯菜就相当于在国外开了一家火锅，它会比较贵。我相信来广州的外国朋友，他们吃这个鸡一定吃得又便宜又爽快。来吧，这个也是鸡肉汤吗？这个是椰浆汤。哦，大家这边吃东西还要加什么东西？这个吗？这个什么东西？腐竹，要不要一份？但这个太多了，有没有半个腐竹？没有半个，只有那么多腐竹。对，我觉得可以来一份。家人们，今天主要是吃点鸡，喝点汤，养养生。你们看家人们有多嫩，你们看。我不知道这家店家人们在广州它算是什么样的级别，有没有更好的，但是这个给我的感觉很舒服。你们看，一边吃鸡一边下雨，还在马路边一边叫鸡，我傻眼了。大腿腿，这个腐竹啥时候放在锅里面？可以放了。来吧，这里是不是好好吃？你试一下，好吃。不上药了，现在这个汤是不是可以喝了？可以啊。来吧。咦，你看这个颜色，还带一点鸡肉的那个小油。安排。哦哟。哇。哦哟。这个汤应该是全世界都来了解一下，真的。无敌到伊拉克，这个是很苦的。哎呀，不完了！这个汤，家人们基本上是不可能让你后悔来的，真的。但我建议不要着急喝。你看，我把鸡吃完以后再喝汤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爽。哎呀！家人们，这个汤太好了。我感觉这个汤啊，家人们研究了好多好多年，然后这个汤还有这个腐竹，一个在南方，一个在北方，然后他们互相在照对方，最后他们结合了。哇，我感觉广东在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医院，来这边养胃养生养老，是就这一条龙。太爽快了，真的香香的。哎呀，吃饱饱的家人们，我相信也有跟我一样的朋友，有的时候想吃点清淡一点，这个算不算清淡的？对，清淡的，舒服，真的舒服，饱饱的。我们买单吧，姐姐。来吧，一百六。
162。162，来不？160也可以，给你少2块钱了。感谢感谢，家人们162，谢谢你们。有机会再来，没问题，再见，走了，姐姐。拜拜。今天这个鸡还有姐姐们还有这个汤忘不掉，真的很香。今天老王花了160，你们觉得贵还便宜？爱你们，祝你们平安，祝你们快乐，我们明天再见。